家好，今天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小辣椒。我还要和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，那就是我的姐姐草莓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草莓姐姐。今天我要和草莓姐姐一起来玩这个好玩的玩具三局两胜，然后赢，如果谁赢的次数最多，然后就可以猜这个蛋。哇，那我们可以看见啊，这是一个怎么样啊，非常恐怖 的大鲨鱼、大鲨鱼。那我们的游戏规则是，游戏规则那就是我们一人摁一次，看谁先摁，看谁把让鲨鱼咬到自己了，然后那个人就输了啊。那现在游戏已经开始了啊，我们两个一人摁了一次，那这回呢该草莓姐姐摁啦。哇，这第一局怎么我输了啊？那我们还有两局呢，不一定谁赢呢啊！他竟然还笑，太可恶了！我们来看第二局，第一个，草莓姐姐今天是怎么了？两次都输了，那我跟这个彩蛋没有缘了啊！那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再来一次。就会让我先摁吧，先来，嘿，啊，还是没事儿，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们看这颗牙齿，哇，还剩几颗啦？五颗了，还剩五颗了，草莓姐姐都有一点紧张了啊！那我们来试一下这颗啊。啊，还剩三颗了，那你帮我想一想，我应该摁哪颗呢？我不确定。那我要摁这个，哇，没事啦，就剩两颗啦，好吓人呐！那草莓姐姐输了两次，你输了一次，怎么样？该我，那这个蛋就是由我猜了，由你来猜。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蛋已经被打开了啊！我们这里面蛋里面有两袋糖果和一个小陀螺。那现在呢，我想和小辣椒一起怎么样啊？来试验玩它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把它拆开。那你会玩这种陀螺吗？应该是把这个飞到底下去。把它。里面不行，就再试一次。这样可以，是不是反的呀？真的这样，要不这个能拽吗？你拽一个试试，你试试，只需要拽，得把它抽出来。然后呢，还证明我们这个是反着的，我们这样把它这样插进去。怎么转它就是不转。那我草莓姐姐再送给你一个哇陀螺吧。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小陀螺，这个应该是哇，还带颜色的呢，它会变啊，红和蓝，非常好看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为什么陀螺会转起来？因为它怎么样啊，让它给转起来啊，让它弹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让陀螺转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弹簧里面啊。那我们再给小朋友们试一次。按进去，拧一下，直接拧几下。好，哇，好厉害呀！哎，这个好像没拧好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它刚才发出了那个灯。那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吧。就是
玩一个鲨鱼啊，那谁赢了谁去转它吧。把这个放里面，这样的话就咬不到我们的手了。对啊，那我们来玩个刺激点的，让它咬手啊。我们试一下，如果谁赢了谁最后一次转它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好，那你先开始。又剩四颗了啊！别的、哪颗？这个应该是不行，别的应该是行。这一颗，哇！啊、好吓人呐！那你赢了，你来，最后把它转起来吧。我们一会儿再吃一下那个糖果，再尝尝那个糖果。这次的有一些慢啊，嗯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袋糖果啊，糖果。那现在请我们小辣椒把它打开，我们把这个，哎呀，打不开呀，我帮你，这个打开，嗯，这个给你，那你尝一尝，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味道的？草莓味的啊，草莓味的，是跟我怎么样啊？很香香，我是草莓姐姐。可是这个糖呢，也是草莓味的啊。那我也尝一颗，草莓味的，嗯，好甜呐。那接下来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